喜欢的，对，通常我们都会拿来当做第一首歌，对，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就是要寻找一下那个自我，自我的感觉，自我的感觉，找到了。好，那我们找找看好不好？好，好，那这首歌来自陶喆的《找自己》，送给大家。谢谢，找自己。